夜里冷，我这个寒毒随时都会发作的，很难扛的。你不是心急吗？哪来的寒症？你门主扬州漫天下无敌，就别再演这种戏码了。又哪疼了？李莲花这回好像不是装的，她好像真的生病了。你怎么样了？莲儿，拿上几床被子。是。心疼，慢点啊！醒了，你身上的寒毒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阳州蔓压不住了？哎，慢点，慢点啊。